早上6:07，一條連接俄羅斯本土和克里米亞半島的大橋發生汽車爆炸，導致行車路段橋身至少兩處地方出現斷裂倒塌，鐵路橋段亦有列車被波及起火。俄方報稱事件中有3人死亡。俄羅斯總統普京已經下令徹查事件，兼加強克里米亞的基建設施保安。有人形容呢壇嘢勁落普京面，絕對唔尋常。有指烏克蘭國家安全局正係幕後黑手。事發後，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顧問波多利亞克宣稱，大橋爆炸只係個開始，揚言必須摧毀任何非法事物，並且所有被盜物件都必須歸還俾烏克蘭。唔明啊！Agent Jimmy， 有咩唔明呢？我唔明呢劑爆炸，如果真係如烏方依家擺出嚟嘅姿態咁，係烏克蘭醒俄羅斯嘅傑作。OK， 咁要針對嘅究竟係條橋啊，定係咩呢？點樣確保死嘅、受傷嘅唔係平民先？好難嘅喎。奇怪的是，呢挺禍及無辜平民的無情情轟炸，美西方國家譴責咗未呢？是不是 weekend 唔得閒搞啊？留翻禮拜一先呢？詹美，你真係一個暖男啊！但是你太仁慈啦，處處為平民百姓設想，是不適合打仗的，只係適合打醬油。你知啦，六月嗰陣都試過爆出俄軍轟炸烏克蘭中部城市克列緬丘格一個商場，造成至少20人死、59人傷的新聞。當時俄方強調，空襲目標是克列緬丘格公路機械廠，一個存放美國和歐洲軍援的武器庫。不過，因為彈藥爆炸，至導致位於機械廠旁邊的商場火災。咪係咯，咪話槍炮無眼咯，兵者空氣，戰者危事啊！嗱，套用阿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顧問波多利亞克話齋，必須摧毀任何非法事物。嗰幾位死者唔通係非法嘅，所以要被摧毀？唉，不過唔使審啦，今次炸橋外界10個著咗8個都會覺得係禮尚往來啫。你話炸我公路機械廠，點知唔覺意啦著咗個商場㗎嘛？得啦，咁家陣炸翻你連接俄羅斯同克里米亞嘅大橋，點知累及平民？市民咁樣炸嚟炸去，除咗軍火商得益，只要有良知嘅，又有邊個笑得出啊？坦白講，今次炸橋表面睇係報翻當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嘅仇。事實上，是不是逼緊普京動用核武都很值得深究。你知啦，普京曾經講過會動用核武保護領土完整。早兩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自打開口牌，呼籲北約應先發制人攻擊俄羅斯，等莫斯科探下使用核武會有咩後果，真係慌死世界唔打核戰唔安樂咁款。烏克蘭呢期殺得盛起，呢次擺到明喺普京頭上動土，係咪有人好似玩大話式咁，家陣搶開啊？就係要睇你克里姆林宮揸啲咩色咁巴閉，開嚟見我啦！我要 end 你 game 啊！開啦開啦嘛！唔記得咗粒核彈掣放喺邊啊？哇，唔好啦啩！不給俄羅斯退路的人，我們也不會給他活路。唔好當戰鬥民族講笑喎、烏克蘭近排係咪勁啊？勁，係咪好打得啊？係好打得，但嗰啲係核彈嚟噶，唔使咁 over 啊嘛。嗱，唔使講咩啊！澤連斯基上週5簽署法令，承認日俄之間存在爭議嘅南千島群島，即係日方稱嘅北方四島啦嘅主權由日本擁有，仲強調尊重日本嘅主權同領土完整，包括仍然喺俄羅斯佔領下嘅北方領土。佢話只有咁樣至可以全面恢復國際化。得啦，明啦。借承認日本擁有北方四島主權嚟突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真不佳啊嘛！明曬之，但係呢挺敵人嘅敵人係朋友嘅思想，係咪玩緊一種將弱光國家捆綁歸邊，復刻緊軸心國同盟國呢挺套路呢？
不要忘记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难保迟下不会有人为了进一步讨好日本朋友，于是又在钓鱼岛主权上面搞搞震，将本来只是俄乌之间的地缘冲突腾愣呱呱愣腾地扩展到跨地域跨州份，这样将火头四周围辣，那就当然本来世界大战都已经变成世界大战了。值得留意的是，中国在俄乌战争一事上面一直呼吁应该透过谈判解决，乌克兰对于化干戈为玉帛的一套是掰定不掰呢？看看全球首富马斯克近日提出俄乌和平四点方案，包括给四个已经入俄的地区在联合国监视下再度公投，给予乌克兰中立地位等。泽连斯基和波多利亚克的回应是睬你有味，几星期前泽总统更加讲到明，普京一日还是俄罗斯总统，乌克兰一日都不会重启谈判。不妨再数回前一点，俄乌还会互派代表经土耳其协调下有计谈那期，乌方代表就曾经抛出过和平协议需要先在乌克兰举行公投来推三推四。你可以看到还有什么转机吗？ Agent Jimmy 什么转机？战争只会令人失去理智，加上这样玩法根本就是朝着核子大战进发，摆明是直狂机啦，使鬼转机吗？美媒都引述了美军消息人士说，因应普京威胁说或会使用核武，美国计划采取包括非核武选项的斩首行动，即是直到克里姆林宫直取普京性命作为回应。这个算是什么机呢？泄露天机？众生机？话时话，你仲要搞几耐啊？开个锁开成个礼拜就得噶啦，就得噶啦。入黑宫，你估美国佬讲咁易咩？阿家阵汤个老师拍你啊 ，Mission Impossible 咁啊，自出自入咁啊，去茶餐厅食个 tea 啊，都重重关卡啦，系嘛？啊喂，讲起都有啲肚饿喎，阿玲有冇饼起身啊？好啦。大家對於今集節目內容有咩睇法？係 like 搞錯啊，定食花生咧？投票話俾我哋知啊！多謝收睇。係咪咧？又啖 S 啦！有冇凳啊？嚇，揾張坐下好啦～